现在我要解说的是直升机。首先我们做一个三熊耳结，六三，然后做一个十五环炮，和这个三做连接，接着做三熊耳结，三四个三做连接，然后消去过来，再做这个三，接着做机身14到15，接着做一个熊耳结，三两个炮连接，然后再把它围一小圈，最后我们做23个套在熊耳结上，我们这个可爱的直升机完成。